今年咱南苗疆本港进乡同款是七天六暝，咱三月二四七点要伫中华南苗疆起驾，欢迎所有啊虔诚的妈祖的信众，拢会当来随着妈祖的脚步来找回妈祖的根，找回妈祖的精神。咱中华南苗疆本港进乡啊，是台湾第一个这个进乡团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。啊，咱南苗疆是过去伫本港遮一个工人，炸一个香火袋来中华做工啊，发光啊，所以大家感受到妈祖的神威，就伫南门外口建立这个南苗疆。啊，咱所以用着怀恩啊感恩的心，每年都会回去本港进香。我们不是分灵哦，咱是香火袋来的，但是本港迄个所在较善吃啊，所以迄妈祖的衫啊较旧啊，料有破啊，所以咱逐年拢会等于本港只甲换妈祖的龙袍啊，这就是发挥妈祖的精神，一种感恩啊关怀啊，所以咱希望咱随着妈祖进香的脚步啊，来寻找咱宗教文化诶根，跟它的文化的深度啊，更是要发扬光大这个妈祖救苦救难的精神、关怀的精神。大家所有乡亲，做伙来参加咱上历史、上文化、咱中华南苗疆本港进乡的活动，啊，你若无七天的时间嘛，袂要紧，咱有办七天的、两天的香路之旅。啊，这个陈庆炎医师啊，吼啊，甲咱南苗疆合作啊，有深度的啊文化古迹、寺庙文化的导览的香路之旅，吼啊，这有一天、两天的，啊，你会当来报名，咱嘛有足丰富的奖品，吼，会当来提供给咱所有要参与的民众。心灵纯正的我。